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依次分解这三小题。首先第一小题，我们呢给它分组，然后提公因式。这个的话可以怎么弄呢？ 2s 平方减 2x， 它这里就剩下多少呢？减 x 加1、然后这两项可以抽出 2x， x 减1，然后后面这个是减掉多少呢？ x 减一，所以就可以抽出这个 x 减一，剩下 2x 减一，这是最后的答案。好，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，怎么做我们就给它抽出多少呢？这个组成4x 平方。减掉 4x， 好，那因为 这个多减了 2x 嘛，所以 2x 要把它加回来， 2x 减2，好，这可以抽出 4x， 这是 x 减1，这可以抽出 2x 减1，好，那这样就有公因式 x 减1 4x 减2，4x 加2，好，那又可以抽出2，2抽出来 x 减1 x 2x 加2x 加1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的话我可以这样做就是那个3x 平方，然后多少呢？减掉多少减掉 3x。 那我这个多减了一个 3x， 所以要加回去，就变成 3x 加 2x 5x 减5，好，那这样的话这可以抽出 3x， x 减1加上5抽出来 x 减1，这样就有公因式呢 x 减1，所以 x 减1乘以 3x 加5，